各位朋友，今年6月21号我就去参加渐冻人协会，帮渐冻人的朋友们站台，呼吁社会大众能够关怀我们渐冻人。那么这个活动或者说这个游戏基本上是为了帮助渐冻人，所以我欣然接受你的挑战。换句话说，我愿意接受这个叫做 Mr. Jamie 的人的挑战，为了帮助渐冻人，为了帮助我的朋友们。 OK， 来开始了，是开始，你给他看一下那个人，来看一看，看一看啊，看清楚啊，好，来。